自家流确实不厉害，这样的厉害，那这是相当弱了。但好处就是牛头加猪妹还是能稍微联动一下，让连接一个对吧？猪妹的被动。牛不是为了致敬猴哥吗？哎，有道理啊！这弹幕会说话，被你发现了。弹幕会说话，他会聊天，这是弹幕啊。可以啊，这么一扣。可以啊，我可能要将我神的护卫的这个称呼转移给 Miko 了。全军出击！你会整啊，这京东？49-51，我用你说呀？你给我那2%的赢面有什么用？哦，顶一下，让 ADC 强。UZI 的 EZ 胜率很高。哎，为什么前期这么多兵？UZI 就补了俩呀，有点奇怪、啊。漏了俩，我天！他想抢二级了，他想抢二，抢到了好像。哇，想抢二，抢到了，抢到了，这抢到了，这能打什么？哇，哎，线杀哇！线杀呀！线杀！我 EZ 配牛，快道歉。没想到 EZ 加牛抢二能把瑞饼给杀了啊！真没想到啊！不用道歉，猴哥，不用道歉。这 Miko 是听说以前有一个牛头辅助 UZ， 让 UZ 给超神了，这把才选的呀。有道理，我主要是他请神了，没办法。他请神了呀！他请神了，给我请过去了。看一眼线啥啊？这边抢二，这一波首先是。感觉 Miko 做得好，再就是这个 Sword 可能做得有点不好。嗯，那兵 A 完以后，二级，哎，二级是没学技能吗？是，哎，瑞尔是没学技能吗 ？W 没有吗？刚才交了吗？没太看清 ，W 都没交就死了，就是有点离谱啊。原 Q 了呀。是血扣啊，那不一级扣一级 EW 吗？想练，没机会。W 用了，直接给顶走。这不搞手心态的，面前敲个钟，可以搞心态，但就是有点过分，可以搞一下，敲一敲。选的奶牛皮肤不敲一敲，感觉少了点什么。敲一敲，然后再亮个弱棒。感觉妖精中路对线也有点压力。压力很大，喷射都没打出来了。哎，二连，哎，这 Q 怎么 Q 歪来呢？他想打 ADC， 打辅助是个幌子，好像上来打 ADC 上去。好像是个 bug。 哎，不是，瑞尔改了，一 Q 能晕人了。哎呀，车没了。哎呀，这个近战兵也没了。哎，这近战兵没了。这应该不能漏了吧？他再来再漏一个给嘴巴的了。改了是吧？忘了，不是这英雄关键从来也不玩啊，这瑞尔的英雄，现在瑞尔 Q 技能改眩晕了，那还行。下马，我给压力很大，下路，嗯，反正是卡莎压力有点大，难度快没了，血掉了三分之一。
这边看着了，眼儿看着。我那瑞尔单杀轰轰，你忘了？不是，杀的我，我玩的那把他也没改版呢。哎呦我这技能！哎，塔皮好像掉了，没吃到，好像掉了塔皮。掉了吗？没太注意。塔皮掉了，好像。上路压二十刀，哎，上路鳄鱼打廉颇压这老些吗？反正这瑞尔作用好小啊，他没什么辅助选了呀，他还能选啥？硬辅都办的差不多了。机器人。我觉得他要选的话，要打对线优势的话，只能选个锤石。锤石可以，锤石加卡莎打一直加牛。机器人洛。洛好像洛还可以。但洛好像被搬了吧？没有，洛是有的，没选。洛可以。机器人洛不都行？机器人就是风险有点大，这机器人。不过机器人有点像 EZ 克。对呀、啊，还有一个是妖姬呢，不好勾。机器人勾 EZ 永远也勾不着，除非这 EZ 捞。但这是 UZI 的 EZ， 应该不会被勾。哎，妖姬好像回来趟家之后好打一点了。妖姬等一选人好打。哇，先生一手 Q， OK。 这一看这宁就是想 C 呀、啊、哎，这不给个大直接顶进去啊。没脾气，确实没脾气啊，这直接顶个大顶，有机会单杀的这。对呀、啊，没脾气啊，被塔砸两下呢，应该可以。昨天那个谁来着？是三七还是谁的那个廉颇？不是给那个谁顶回去杀了吗？要么顶进去打闪，反正总是能赚到点。这把上路鳄鱼对线还可以，那小龙应该是没了。小龙没了，看看先锋吧。哎，先锋也没了，我操，这都啥天打的呀？新一，你看见小龙先锋啥天打的了吗？小龙我看着了，先锋我没看见。小龙是刚刚那个朱美进那个野区的时候放眼的时候打的。小龙我看见啥人打了，先锋我真没看见啊。先锋我没注意，我也没注意先锋。这先锋啥人打的？小龙我看到了，偷偷摸导播没给镜头，导播不给镜头我咋看呢？偷偷摸摸给镜头也去看着猪妹了，看看要不要蹲一下这猪、啊、导播没给镜头啊，兄弟们这位置应该要蹲一下这猪了、啊、看一眼这猪这个位置。哇，这边卡莎这位置完了，卡莎被秒了，卡莎飞出去了，螳螂 W 出来，不是螳螂 E 出来了，被牛敲晕了。又在还有闪，先要闪，准备有大。那这波 UP 应该要输了，哇，闪现一 Q 敲起来俩，啊，出门还有大啊，没有大，出门没大了。这里瑞尔能杀吗？桌子也没有闪，妖精过来还要映月，我疯了，哇，好流畅的连招，漂亮。一个大能大着吗？这还能大着？大着已经大不死了。大着，能大不死。坏了，又打三把了，又加班了。给牛道歉，对不起。牛逼。哎呀，想我那回跟 UZI 打的时候，在韩服也是碰着他，他也玩的 EZ， 在我们家。什么时候了？几年之前啊，那是我最后一次碰到 UZI。
然后我们家波比是个演员，给我们俩一顿演。以前演员确实多，现在少一点了。现在不怎么打峡谷，也不怎么打韩服了。主播，你还是不是神的护卫了？是啊，这不 Mako 请我附身了吗？我现在在 Mako 身上呢，我就是那个牛。这场比赛是六打五，没想到吧？我也在上面，六打五。能送你个花仙子一只皮肤吗？多少钱？花仙子一只皮肤，就两个。放先锋想越了，能越啊？牛有道。想越先大柱，直接甩中了，秒了、哦，没挡到啊！二连瑞尔晕座、啊、给 UZI OK。牛家猪妹有说法的呀，还记得之前啊，也是牛家猪妹，猪妹是厂长。哦，两级抓下，抓的就是 UZI。反过来了，对，反过来了，这是成了他的护卫了。你们记得不那个比赛？别说啊，这牛还可以。我觉得刚才那把二级那波线杀挺关键的。二级那波线杀把那辅助杀了，挺关键。没想到啊，输一把以后找状态找的还可以，这个 ED 就得选这种笨笨的英雄啊，现在真的稍微笨一点的英雄，不要选那么灵活的，简单无脑，确实有点笨啊，猪妹牛头加鳄鱼，就选这种笨笨的英雄玩就行了。对，就得让下路贼就完事儿，下路打线杀，下路打野就过来当条狗完事儿，在下路一住。螳螂要打蓝，鳄鱼应该不行。真的 ，EZ 确实跟别人不一样，他对线 ，EZ 这个英雄对线很多细节的。啊、又来了，哎、又越、哎、这下路玩不了了。谁传送啊？谁传送、啊？这波牛在扛塔，谁传？传送被断了，被断了，被断了。尼克传送被断了，哇哦，牛死了！妖那个尼克的船被妖姬断了。哎呦，我这大招大慢了啊！大慢了呀！反正撅回来有说法啊。能留着吗？猪妹没减速到，还追吗？为的妖精搁后边呢。尼克来了，下路有点玩不了了。这阿花呀，哇 ！X 闪现过来一个顶，越塔很无脑啊。牛太克瑞尔了呀，他能把他那个一个顶断，就他能给他顶断，优先级有点低呀。导播还给两波镜头，连着给呗。关键中路传送一样断了，妖姬扛塔断的，嗯，妖姬都残了，这扛的。你看，左下角打峡谷先锋，偷摸打。哎，这里想对阿乐动手，但阿乐很肉呀，阿乐，肯定死不掉啊。阿乐这把发育也不错。这把 UZI 六杠零稳 C 了呀，601百分百上单率。完了，又不打架又困了。
建议有精彩部分请叫我。OK， 我感觉这边要打起来了，哦，来了，你头又大了，两个，两个，那刘头有大，我大有点肉啊，大不动，大了两个肉，大了两个肉啊，两个肉，太肉了。嗯，本来以为要有一波精彩的击杀了，哇，牛头闪现一个W二连，阿萨有闪，但没交出来呀，不应该呀。以这个选手的反应能力来讲，哎，我说实话，牛这个英雄可能没有经常有人选，他们有点生疏了，感觉有点不了解这个英雄。那牛那闪现二连，那 W。反应快点能躲掉，这个选手的反应一直没有那么快哦。他以前是就是 UZI 是他的替补，这个选手 UZI 是他的替补啊。嗯，他们两个当时都在 BLG， 他是首发。哎呦，这卡莎这位置有红 buff 敢跟 EZ 打的，这 EZ 六杠零啊，胆子有点大，胆子确实有点大啊，还带红 buff， 关键真贪呐。这刀果一直也没强过，说实话刀果发挥很稳定。哎，不行了，我吃根雪糕的，我们太困了。还搞了，家里还备了雪糕。啊，这把螳螂没声音，打团发挥不了啊，不像上方那么顺了。来点巧克力雪糕。EDG 运营好一点，这把27分钟左右应该结束了。27分钟差不多。可能用不上27分钟，那25分钟左右就能结束，因为马上龙魂刷了。龙魂还有3分钟，就看 UP。哇，越了，越塔了。哎，这里被开了。嗯，直接被秒了呀！哇，你一口闪现大闪，看三个。哇，又在被秒了！又在被秒，卡莎看还有输出吗？我螳螂在前面送出妹儿。哇，不是吧？哎，哎，阿乐有点无敌，阿乐跃起来个牛。妖精没了吗？妖精来了。哇，有说法吗？妖精没有说法。妖精难办了呀。哦，对吧，横啊！但卡莎没拿到人头啊，开的好呀！卡莎没拿到人头，麻烦了。要说给卡莎俩头就好了。那完了，那现在27分钟了。打回来点，还得先4000。别奶了，怎么能赖我奶呢？你这是不关口猴的事哦。主要这波越塔越的，你越塔，哎，这舍舍每波都这样死，感觉这舍舍有点送。哇 ，UZI 闪现接扣啊！哇 ，UZI 闪现接了一个台，哎，闪现接了一个台，然后被 Nico。晕住了，晕住以后螳螂给他秒了，这不有点不应该啊，闪现接个团。其实如果正常来讲的话啊，打团有妖精在正面其实能打，主要他们扫人还越塔。哎，这边妖精打一套看能秒不，一得刮了一个大。哎，这波螳螂有闪有E啊，得注意一点啊。先杀你闪现连波死了，看龙接不接。妖精这边耗一套，能回血了已经。嗯，还打吗？
啥了啊？现在主要右屏没视野呀、啊。牛应该要看螳螂，嗯，被秒了，螳螂被秒了，没人割伤害，哇，猪妹闪现下来接龙，我靠，很拼，哇，蛇蛇在干什么？蛇蛇，这蛇蛇在干什么？不是他为什么要闪现杀牛啊？而且还没杀到呀，感觉蛇蛇笨笨的呀，他早点闪过去给个点燃不也杀了吗？是啊。对啊，他要想杀早点闪，早点闪给个点燃不就死了吗？哎，关键即使他闪现杀了他也没用啊，他杀个牛有啥用啊？他还是辅助，他这一把就没什么用，他这一把就没什么用，是不是？这一整把好像就没有这个瑞尔这个东西，真没，他这把是副作用，副作用这把。哎，选洛比的选的瑞尔好。感觉熟练度差了点啊，这英雄可能不经常玩。这小龙 UP 敢接的啊？怎么打也打不赢啊，这正面团怎么打也打不赢、啊、看瑞尔，看瑞尔位置能不能来点作用，他叫蛇蛇是吧，来点作用，蛇蛇把蛇蛇被晕了，晕了以后死了，蛇蛇又被秒了，蛇蛇蛇蛇又被秒了，刀哥被开，一口大当了两个，还可以。螳螂被秒了。廉颇大了个牛，哇，牛撅回来，牛死了吗？牛打死了。哇，廉颇这连的好帅，廉颇。这蛇蛇真的是。感觉蛇蛇这波大，如果是能开出来，是不是有点急？有机会啊，肯定有机会的呀。W 也没用，大也没用，啥都没用啊、哎。走过去直接吃了中面一个那个被动的一，直接没。然后吃了个鳄鱼红豆晕死了。嗯。哎，姐姐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拉两个。应该没用。能换吗？中面应该是死不了。换不掉。换不掉。W 没中。蛇蛇去了趟北美，魂都没了。可能去了趟北美，赚的太多了。北美，北美给太多了。关键牛还没顶他呀。这他是直接啊、哎，这个位置直接 W 加 R、啊、能开一个好团的，就是。能开呀。能开。这里还好是霍奇开的还不错，霍奇开的挺好的。尼口开大开不错。或者刚才这波上波他没交闪，闪现开也行啊。嗯，他只要能开一波就不错了，不要他闪现开了。嗯，到闪现杀个牛要干嘛？很奇怪，还没杀了。哇，一口闪现大，大两个右啊。后排螳螂，螳螂有闪，没切掉，螳螂死了。哇，卡莎也想过来切，没管还在扛。哎，看你了，黑哥，廉颇，闪现咬，无力回天，那要一波了，一波了。去拿个外卖，好，你拿外卖。幺九幺，拿下。给神道歉。